充满工业风、简约粗犷的设计风格，就是卡费穆哈的特色。裸露的水泥墙面配上深色调的空间配置，在照得到自然光的靠窗座位坐下，没想到却意外的适合带本书来度过一个下午。看过电影《五星主厨快餐车》的人，对香酥诱人的古巴三明治不陌生吧？电影中的三明治在这里也吃得到哦。香脆的外皮口感很好，一口咬下，吃到内馅的丰富滋味，忍不住三两下就把三明治解决掉。另外，这里的桑葚鲜奶油松饼是爱吃甜点的人到这里必点的招牌。